哎，看来这没事儿。哎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走。哟，快去检查一下。别，小姑娘，赶紧送医院吧。想得不轻。哎呀，吓坏了。不行，我不能错过叶小兰。师傅，去机场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早上是不是有一位女士订车去机场？对，麻烦告诉我车牌号。追女朋友啊？啊，别着急，我也年轻过，我懂。不过像你这样追女孩子，也够拼的。终于追上你了，师傅，继续开车，谢谢。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白，你知不知道刚才酒店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啊？电梯坏了，从我们住的那一层一直坠落到第一层。啊？那你在里面？我以为你在里面。